最新消息，台北市府公布环南市场今天截至晚间十点半的筛检结果，总共筛检2442个人 ，PCR 阳性有3个人，但是其中有2名阳性是透过快速 PCR 的方法找出 ，CT 值还有待判读。而北市府也再度强调，7月9号开始必须要持8号以后的阴性证明才能够进入环南市场。